刚从这边逃出来了，快抓住他！放开我！你们要带我去哪儿啊？我已经打电话报过警了，你们现在放开我还来得及。天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还在噩梦里吗？大巫贤，纸虚娘迎来了。很好很好，粮食将到，时候刚好。我听了听你的声音，你是村长，你们抓我干什么？我是大巫贤，是藏尊之口舌，你是执心娘，今天正是要送你去侍奉藏尊的吉日。什么巫师啊，新娘啊，你们有病吧？快把我放开，警察就要到了，我听到警笛声了。良辰吉日已到，恭送执心娘出嫁。良辰吉日。